好的，启航公司请听题。吴磊、丁程鑫、王彦霖、熊梓淇四个人中，丁程鑫的腿最长吗？什么题啊？我反对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答。全员一致了啊！全员一致。这种是只能限量吧？我们有尺子来比绝对值，绝对长，对不对 ？OK。我们是从肚脐眼的位置到脚踝。肚脐眼到脚踝吗？肚脐眼。你肚脐眼下面直接分叉啊？把鞋脱了吧，鞋脱了吧，鞋脱了。是时候展示你们真实身高了。不测，彦霖最高哎。彦霖肚脐眼真的，他们都不用量，你看往这一站，他腿真的长。来，黑衣人，请给尺子。弟弟的肚脐在这儿啊，在这儿，你看就比这儿，好，往下拉，往下拉，要直一点。哇哇哦，幺零五，幺零五。我要是量出个二位数怎么办呀？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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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哦，这个也很厉害，往下拉，往下拉。大家都努力的把肚脐往上。你别再拉肚脐眼了好吗？那个小熊幺零四，小熊幺零四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吸，我吸。磊磊加油啊，磊磊！磊磊肚脐眼，往上提一口气。我拉一下。奇怪的胜负欲啊，来。哎，磊磊也是幺零五。往上捋。啊，精彩了，精彩了！加油啊，严林。幺零六。好的，那我们经过现场的验证，启航公司的判断的确是正确的，积一分。